从之前的会台政策到今天在峰会这么大的峰会上面又宣布了17条的政策，比如说叫台商在海南的用海、用田，甚至是养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台湾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的增设，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海南的这个自贸港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叫做信心，甚至是想把家就安在这里。